嘉义爱甲关兴乐团成立才一年的时间，目前团员大约50人，由一群爱好音乐的人士所组成。南华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谢冠富担任艺术总监，这次带来真侪首好听的歌曲。那在这一次的一个音乐会里面，其实会演奏，刚才有听到哈，就是俄国的名作曲家安德斯·波斯基他的多首作品。那同时也会有我们很熟悉的，就是台湾民谣的一些主曲的演出。那我们安排的曲目是夏跟秋。夏的时候，它会五连歌啊、小蜡掌跟塞巴哦。然后秋呢，宝岛四季啊、夜夜愁跟秋夜，我想这都是一些流行的老歌。第一次来到婚礼演出，嘉义爱甲管弦乐团艺术总监谢冠富表示。婚姻观文化处的环境设备真理想，期待为乡亲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。事实上，这几年，整个文化处的团队，事实上从专业力方面做了很大的、很用心的一些改善。第一次来觉得，在国内将就是120个县市里面，云林这个演艺厅事实上也排在蛮前面，这个印象非常的漂亮。嘉义爱甲管弦乐团自顶年成立以来，伫嘉义地区进行巡回演出。这次跨越县市来到婚姻观，希望对音乐艺文的推广会当有所提升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希望家长、希望小朋友能够全家的进来，那透过这些音乐家，能够把一些好的东西、古典的、流行的，能够让大家分享，比较以爱乐或者亲子这样的方式来呈现。6月27暗时将在婚姻馆文化处表演厅来盛大演出，到时欢迎爱好音乐的乡亲踊跃前往观赏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